请说你的爬蛇语。啊？蛇语是什么？我不知道。Hello.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已经完成了验票。没错。非常的快。我们是 e-ticket 所以很快。你的 e-ticket 方便啊。Home Bandits 是这样念吗？进去咯。等下可以进去看到片场。不知道长怎样的。好好奇哦，我出发前都不敢在那个网络上看一下评价，这样才有惊喜。对，我怕会被爆雷。不知道他们的那个 food hall 好不好吃？真的，也是荧幕哎，你看，真的耶，金探子会跑来跑去，它跑哪去了？排队入场中，设计的非常壮观，那边有一只非常大只的龙，那边有伏地魔，只有鼻梁没有鼻孔。不是讲错了，只有鼻孔没有鼻梁，相反了。霍特、海格、荣恩、妙丽，你讲到妙丽怎么特别的怪 ？Hello， 这一集我们终于来到超级期待的华纳兄弟《哈利波特》影城啦！不管是最近想安排去趟东京新开幕的《哈利波特》影城，还是想知道本尊英国的《哈利波特》影城，都可以跟着我们一探究竟，到底里面有哪一些超值得逛逛的区域？让我们在里面竟然待了六小时，那我们就出发吧。现在在等开门，不知道开门会不会有哇哦 surprise 之类的。哇哦！ Hello, hello, everyone, welcome in. All right, come right in. Welcome to Warner Brothers Studio London, making of Harry Potter. Welcome to Hogwarts and Push. Let's get away.Fantastic, wow. And come on in. Wow. Yes, this is the one, the only, the great tour of Hogwarts. 天哪，我们终于来到了大厅区。这里是整部电影最经典的场景之一，在真实的片场中，完完全全能感受到魔法的氛围，真的超级兴奋的。这个是分类帽，对，这里，校长在后面，超酷的，偶像也在后面，谁啊？斯内普吗？对啊，最后哪位？你不能爆雷了。接着我们离开大厅区，来到了道具展示区。这里可以看到霍格华兹的建筑模型，以及其他学校参加舞会各种华丽的服装，学生用餐时餐桌上的布置。电影画面中非常重要的旋转楼梯，格莱芬多守卫者，胖夫人的画像，各种角色需要使用到的假发造型。当然还有葛莱芬多的寝室，准备前往校长办公室的凤凰雕像等等，整个场地的布置和参观动线都规划得非常好哦。你知道他的那个交易厅有分吗？就是史莱哲林啊，这里是史莱哲林，我有看到。那你有看到 Gryffindor 吗？有看到葛莱芬多的吗？这里啊。然后它有个 logo 哎，很酷哎。这里是魔药室。魔药室。你要调变身药水了吗？没错，你想换变成谁？你变海格好了。Snape。不要不要不要，而且它太痴情。你不可以一直爆雷啊！有有啊，它会动。汤匙会动哎。请调制变身水给我。哇，好逼真哦！真的，哈利波特里面调魔药的感觉，电动做得很好哎。真的，你看那边那个是红色的。
up。来到这里一定要体验一下飞天扫把的魔力，把自己当作魁地奇参赛者，尽情的放开自己，看看自己的尺度到底有多高呢。我们来看看会动的柜子，这里呈现了非常多电影中的场景，像是伏地魔的会议，印象非常的深刻。而除了黑魔法区，当然还有很重要的魔法部，从壁炉走出来的经典造景，每一个道具的环节都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当时看电影中的每个画面哦。禁忌森林是不是？我刚刚说禁忌森林，这里是禁忌森林。Forbidden Forest。Lumos。Lumos。Expect。哦，那个人马是不是？哎，有那个，你可以踩那个，玩电动玩太深。哎，真的哎。鹰马哎！哇哦！哇，好黑呀！So many spiders！ 我超喜欢来禁忌森林哎！我好讨厌哦，那个蜘蛛很……蜘蛛很多，打得很爽。哎，蜘蛛在那边？哪边？哦，很像哎！真的很像。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就是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啦。最重要的火车一定要上去走走之外，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商店可以逛。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贩售的东西在外面的商店可能会没有展示哦，所以如果有看见喜欢的商品，记得不要犹豫，可以直接购买咯。拜拜，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里面。Thanks, Bertie Bob. 我们现在在他们真实拍摄的那个列车场景里面，每一个包厢的里面的那个造景都不一样哎，真的，不同学生不同的那个带的包包，超酷的。谁养鸟？是猫头鹰吧？哦，对的，猫头鹰，猫头鹰，出站喽。
好好笑哦！再叫，再叫！他怎么叫了？生物特效区，这里也是成就一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有各种怪物物种的头像造型，也有解说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模拟出狼人或是催狂魔的身高等等，做出各种特殊的效果，也是很值得慢慢欣赏的一个区域哦。存钱了吗？我去跟他换个钱，我有一些旧的英镑啊，找他，先给他们过。嗨，我有一些英镑，旧的英镑想要跟你换 ，OK 吗？可以哦。哎，这里很屌哎。跟他换钱，超酷的。他这个，你看他眼神，像真的在直视着我一样。他如果他真的能换的话，我可能跑出去。那造景超级厉害的！哇哦，现在是在地精银行里面吧 ？To accomplish this, the strange vault is a fantastic example of mighty.哪里？现在火米村，我们现在去买魔杖。那边还是不是有卖猫头鹰？你要买一只回家吗 ？OK 啊，我已经买一只。这里应该是那个火米村的那个模型制造区，然后有很多那个设计手稿。炼材的地方到了，传说中的 shop， 逛了这么多间，外面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英国各区所逛的一些哈利波特的店，目前看到最夸张的，就是这个本尊的 shop， 超大间，超级大间，准备好你的 money， go。他这边卖了好多，就是其他店家在外面的哈利波特店都没卖的，要买吗？买买买！现在脑波非常弱，买买买买买买买。看看你等下最后会花多少钱？请问这多比会不会太吓人？多比明明就很可爱，他怎么变翻白眼？
演了啦。那他的，那他的，就他了啦。就是 Harry Potter 的魔杖。闷的。他这里的魔杖超酷！天哪，前面是个蛇的头哎，还有另外一只更酷。超酷的，你就拿这一只好了。Leviosa Lumos 只有这两个，请说你的爬蛇语啊。蛇语是什么？我不知道。顺着你。今天在这个非常有氛围的霍格华兹里面，被哈利波特音乐洗脑洗得蛮严重的。没有脑波，变这一代。给你看一下，第一个，这是 T Tower， 那后来其实觉得它可以把它拿来装作墙壁的挂饰，非常好看。第二个，我们大门门楣上的牌子，你镶满了，这样子。其实我还没有看到写什么字，单纯只是觉得它好看而已。英国很多路牌都是用这个、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你可爱的项链小挂饰。非常好看，有人知道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吗？留言告诉我们。再来，不好拿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的地垫。好，这个地垫到时候回家开箱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就这样，继续逛，拜。一进来看到刚刚那个迎宾的龙之后，然后这边是路口，这边的话就有铺后，可以在这边选择你要吃什么。然后里面的话，它还有一个food hall，也可以选择。里面通常人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在这边吃完再进去。我舍不得走。哎，那边其实还有咖啡厅呢。可是外面这边就没有卖那个奶油啤酒了，刚刚里面还有卖。你要喝奶油啤酒吗？想喝可是没得进去了，没关系啊，少喝点酒，有益身心健康。希望这一集有帮助到准备要去哈利波特片场的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哦。Lumos。